听到这个消息都依依不舍，纷纷趁着关门前再来品尝大红佛的名菜。梁秋雨的报道。今天虽然是平日中午，而且已经过了午餐高峰时间，大红佛餐厅仍然有很多顾客用餐，包括很多老顾客都赞大红佛的菜好吃。他的菜做得好，他的脏茶鸭非常有名，非常好吃，还有一些肉酥鳕鱼也是一定要试的，还有一个炒马面也很棒。那如果他们关门，你们会不会很想念这个？会啊，今天已经开始想了，在数日子了。这个馆子我们吃了几十年了，这个最后一次来，这个怀念这些老菜是很不错，这个我们非常美。他这鱼跟这个张炸鸭都不错。大红佛以淮扬菜著称，但菜单也不断推陈出新，很多菜都有口皆碑。除了每位顾客必点的张炸鸭和豆酥鳕鱼，还有排骨南瓜、湖南小炒、四川小炒等等。周末供应的烧饼油条、刀削面、牛肉面也非常受欢迎。今天就有一批餐厅老顾客趁着关门前再来饱餐一顿。因为大红佛的老板娘是我的同学，她是我二女中的小学妹，低我一届。我每次在这里请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会给我打折，而且她会送我菜，然后没有甜汤的时候，她会为我加甜汤。今天我就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因为呢，他们已经要关门了，没有 dessert。但是呢，他们特地为我去菜市场买了九娘汤圆招待所有的朋友，我非常谢谢他们，当然也很感念他们为我曾经所做的一切服务。还有老顾客说，大红佛见证了他家三代人的生活。大红佛呢，其实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青春的回忆啊，因为是将近三十年嘛。那我们在这边呢，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哇，我们真的都是带着我们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多很多的这个校友，大家都是带着父母，然后我们那时候小孩子都只有四岁五岁啊，就是带着父母四岁五岁一家人，就那六七个就来哈，然后慢慢的有朋友啊，就凑成一桌了两桌了。那这还不打紧，这真的是在我们这个在美国打拼人生过程里面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就连在餐厅做了十九年的侍应杨先生也有同感。之后很多的客人跟我们相处都成朋友一样，有的甚至于真的这个从小到大，从小吃到大，吃到大学毕业，回来呢，结了婚以后还在这办婚礼，还有回来的孩子又出生了，还在这里一直在这吃，这是我觉得挺难得的一方面。另外，很多社区活动、红白喜丧、公司餐会，甚至记者会都会在大红佛举行。而老板关店是想退休，不过没想到关门前顾客仍然这么热情。就是最后的疯狂吧，你们大家也看到，天天爆满，天天爆满。也希望那个新的老板如果接下来这个店，能够把生意做起来。对，也感谢这么多年大家的光顾和我们这个老板呢对我们大家的照顾，也感谢大家，谢谢。餐厅的老板感谢顾客们多年来的支持与喜欢。餐厅最后的营业时间是本周六，之后老板和员工们会有一次聚会，并做一次旅行，之后大家会各奔前程。26台记者梁秋玉在 Cupertino 的采访报道。Poco 今晚开奖累计的奖金是。